大家好，我是小莫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事事顺利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看了油管频道不少留言后，决定在新的一年里开始冲击大号卡尔的场数，也特别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人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记得按一下订阅。下一把是别的平台的主播队，对面不放卡尔，那肯定没卡尔。有没有卡尔得看对面放不放。这轮有意思啊，半卡尔半听卡尔，选了个白牛，我操！路上，应该做眼啊，还有一个眼，回家。我啥情况呀？哎，老子找你了，那边有人。有视野，有视野，这边有视野。别做眼。要打矿，我操！看他几个，看他们打不着，他们在的，我在。有眼。不知道怎么就冲到我了。现在可以杀，现在可以杀，现在可以杀。那吸血能给我吗？兄弟，不好追啊！没有，差不多两个。
没打没技能，他只是他的腿断了。主播啊，这把是水友赛，下一轮是主播赛。
我可以打他一场，如果他不来，那我再把他一眼杀了。他这个猪好烦。哦，靠，被断。哎，杀多子月了。我可以打好，可以打好。怎么裂开？不一定能。还有 BKB， 还有 BKB。两个
都快走快走快走，都没撞。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，救一下。他没得选了，他只有这三个英雄。
看火车不愿意把他杀了。还有没有？可以杀那个那个快要行先搞一下。好、哦、他囤了一波下波才拉。现在几个刀没不到。烂掉烂掉。已经可以去巴下了好吧。走了他走了。好了。先走了，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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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，他乱就可以打，现在没装备了。剑圣了，回不掉，还可以还可以，我死了死了，我吃了两个大不亏，没扣钱。这波猴子来不了，我再改，我没气。好的，打，好的，打。来了，来了，可以打。那个波塔回来了。剑圣替了，剑圣替了。对对，可惜了。
1:30。啊，解散了呀！明天继续啊！解散了，解散了。